嗨，我是小牛哥哥，然后我是小兔哥哥，我是胖达，我是小卷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又要再教更多的字了哟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字就是食物的食。那食物的食，那它一开始它是长相这样子。它就是一个那个一个容器，它里面是装着食物，那上面呢就是一个盖子，然后中间呢就是可以放那个食物的那个地方，然后跟下面这里就是可能就是像这个部分，就是把它撑住的那个部分，所以呢到这里就是长得很像的，就是一个装食物的容器。那到我们今天的食就是长像这样子，那它上面还是有像那个盖子，然后这里这个部分就是像那个食物跟那个容器，它就是装在那个里面，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就是可能是下面的，像这个部分就是那个下面的那个把它立起来的那一个部分。那食呢，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它其实也有像那个吃的意思。OK， 那下一个字是反，这个是相反的反。好，那一开始呢，相反的反，它不是用在相反的反上面，而是用在攀爬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就像这里就是有一只手，然后它就是可能去攀爬，像个山啊，或者是一个悬崖。所以呢，它变成图片的时候，这里就是像那个悬崖或者是山，然后这里就是那一只手，然后它就是像要攀爬那一个悬崖或山。所以呢，之后呢，就变成像我们今天的反。那我们今天的反呢，其实我有个，我就是用这个办法来记相反的反那个字。所以就是像这样子，像这个悬崖，它是不是有点像它是在往这一边呢？那你的手要去抓住那个悬崖嘛，所以我就想说它是可能是像这样，这一边它就是相反的。是相反的，是不同一边的，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记那个相反的那个反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相反的反。OK， 那这个字呢，是那个是饭，是一个形声字，它旁边呢就是一个食物的食，因为饭就是一种食物嘛。然后一个旁边就是有个饭，因为饭跟饭的音很像，所以饭是一个形声字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它旁边就是为了要有饭这个音，它放了一个饭这个字，因为它的音跟饭很像。所以呢，饭是一个形声字。还有呢，它旁边为什么要放反呢？除了是因为要有那个饭的音之外，它其实因为你吃饭嘛，你就是要反复的去吃，就是一口一口嘛，你不会把一整碗饭全部塞进去你的嘴巴，这样子就有点太大口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反。那个饭就是在那个饭旁边的那个部分 ，OK， 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饭 ，OK， 那这个是小麦的麦，那小麦是什么呢？在英文呢，它可能就是 wheat。那你们可能想说，咦，我怎么没有吃过小麦做的食物呢？其实哦，你们其实很常有吃过小麦的食物，就是像面包。如果你有看到你的妈妈做面包的话，她就是用面粉做的。那个面粉呢，也就是用小麦做出来的。那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，没关系，还有另外一种食物也是用小麦做的，就像面条，就是像 noodle， 它也是小麦做的。所以呢，小麦呢，它就是有点像米，所以它的图片就是长像这样子，但是它不是米，它就是长像这样子。那之后呢，它就变成图案的时候，它就也是长得很像，就是像那个小麦这个植物在这里。哦 ，OK，
OK， 那所以呢，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小麦的麦，它其实下面呢、哦、有我们之前有学过的一个字，就是你们记得吗？就是夕阳的夕，它就是我们之前有学过的一个字哦，在我们好几集前面，我们有学过这个夕阳的夕这个字。所以如果你们可以记布线的话，可以记下面的这个夕阳的夕在下面这里。OK， 那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小麦的麦。OK， 然后下一个字呢，就是面。那其实呢，一开始它就是里面的面，但是就是它是里面的面，但是它一开始不是用在里面的面上面，它而是用在像脸的意思，就是像啊，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们台语的话，我们有那个台语的影片的话，我们有讲过我们的脸的部分，它就是叫冰，也就是面的意思，就像也冰，就是它的脸。我也冰。那所以呢，面一开始它其实是用在脸上面的，但是后来呢，它就逐渐变成就只有那个在那个在眼睛上面，它就节省了，只画了眼睛 ，focus 在眼睛上面，嗯，就像它的眼睛在这里，然后它的眼睛在这里，非常小，OK， 所以那个，所以之后他就只有注意在那个眼睛上面。那之后呢，到后来的时候，到我们今天的面的时候，他还是有眼睛，只是啊，他一开始是长像这样子，是横的，然后呢，之后他就渐渐的变成是直的，也就是像这个部分。然后所以呢，它就是那个眼睛。那后来我们当然我们这个面，它就慢慢的变成我们用在里面的面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里面的面。诶，我们给你看一下非常好笑的图片哦。所以就是说像这个，这就是像我的脸，然后它就只有注意在我的比较注意在我的眼睛上面。所以就是长这样子，眼睛大大的，然后之后这就是我跟小兔哥哥的合照，他也是只有注意在我们的眼睛上面，是长像这样子，就是眼睛是大大的，就像胖大的，只是他外面是黑眼圈而已，不是吗？但是他本来他的毛那里就是黑色的呀，那不是他的什么黑不黑眼圈 ？OK。那后来就是小兔哥，现在就是给小兔哥哥来解释下面的那些字。OK， 那所以下一个字就是来，也就是过来的来。但是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图片好像在哪里有看过呢？那就是像刚刚小牛哥哥教的那个小麦的麦的那一个图片，就跟这个长得很像。所以来，它其实它一开始它的意思就是小麦的麦哟。然后那个小麦的麦就是长像这样子而已。那所以呢，它一开始它上面就是有像它的这个麦穗啊，然后下面有它的叶子，然后它变成像那个图片的时候，它就是像这里还是有它的那个麦穗，然后下面这里还是有它的叶子。然后到这里它都长得还蛮像的，然后到这里的时候，那个它的麦，我们现在的这个来的时候，它的麦穗的部分好像变直了，然后它那个麦穗的部分看起来有点像有两个人在那里，有像我们以前有教过的那个人类的人，就是旁边这两个部分有人，看起来像人。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人要吃那个，就是这样子。也可能是那样子，嗯哼。
那是这个，所以它其实跟那个小牛哥哥讲的小麦的麦长得很像。那上面这个部分，它们其实都是长得一样的，只是麦下面这里它有特别表现，它有特别，它有特别把它的那个根表现出来，就是像这个下面的夕阳的夕，我们以前有教过，但是这个过来的下面这里就只是一根而已，它没有特别表示什么东西，所以那个小麦的麦它是有特别表现出来，它这里有那个根，所以它才不会和来那个搞混。那下一个字就是吃，也就是吃饭的吃。那它有另外一个音，也就是口疾的疾。那所以口疾是什么呢？那口疾就是像一个人，你结结巴巴的，就是像就是像如果你上课没有专心听的话，你然后老师突然问你问题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像有结结巴巴的。那所以他其实他一开始他就是像你结结巴巴的时候，你的嘴巴会吐出很多气，就是像胖达，为什么你今天没有考好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看了小子胖达，他就吐出了很多的气，他从嘴巴里吐出了很多的气。那所以到这里他都长得还蛮像的。那到现在这里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嘴巴，然后到这里吐出了气，然后它，然后这个字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，就是不管它是口疾的疾，还是你吃饭的吃的，它都是会用到你的嘴巴，所以它的部首就是嘴，就是这个口哟。下一个字就是今天的今，那所以他一开始今天的今才是像你含着一个东西的意思，那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嘴巴，然后下面这里就是他含着的东西，那到这里的时候他长得还蛮像的，只是看起来像嘴巴抖过去了，然后这里下面就是那个人他那个嘴巴含着的东西。然后到这里都长得还蛮像的纸，然后到这里的时候，它就是像你的嘴，这里就是像你的嘴巴，然后下面这里还是有保持它含着的那个东西。然后到现在，你就可以用在那个今天的今了。就演化成可以用在今天的今。胖达，你今天要考试哦。我都还没有准备好耶。然后他就开始结结巴巴的。然后这个字就是包，也就是包起来的包。那所以这里它就是像一个小宝宝，它在它的妈妈的肚子里面，而且都被包起来了。那所以之后它变成像图片的时候，它就长得还蛮像的。这里有那个肚子，然后里面还是有那个小宝宝。然后到这里长得还蛮像的，只是到这里的时候肚子好像变小了，然后这里还是有小宝宝。然后到这里的时候，它跟上面长得还蛮像的，还是有肚子，还有它的那个小宝宝在那里，包在里面，就像这样子。那其实这个包它也是包子的包，因为那个包子它就是那个料被包在那个皮里面嘛，最爱吃包子了。然后这个字就是要，也就是你要不要去上学的的那个要，就是像你要不要的要。那所以他一开始他其实是腰的意思，这然后腰也就是像你的 waist。就是像你的腰部，那所以这个就是像这个女生她掐着她的腰，好像生气了。为什么你没有整理你的房间？然后下一个字它，那之后它就变成像这里还是有女生，还有那个手在插在它的那个腰这里，然后到这里都长得还蛮像的。到这里的时候，它这里还是有腰，它其实它是有点像腰在这里，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女生的女，因为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女生在插着他的腰。我们之前有学过那个女。我们之前有学过那个女，然后这个它就跟上面长得很像，它就是。他的女生的腰，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女生的女，因为他这个人就是一个女生。嗯哼。
OK， 那所以，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字都讲完了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按那个订阅，或者是按那个铃铛。Please subscribe and hit the bell button. Bye bye.